有故事的 Baby Food 由神州孕妈专车冠名播出，专为妈妈定制的公众号博尔妈咪和母婴 APP 妈妈帮联合出品。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儿，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个是黑芝麻酱。宝宝，怎么了？你吃什么？快卡住了，口住了。住了，还有吗？快，不吐住了。还有吗？还有没有？很难想象，当时鹏鹏如果没吐出卡在嗓子里的花生粒，后果会是怎样。后来我赶紧报名参加了一个家庭急救培训活动。当孩子吃食物时或者口腔有异物的时候，如果他出现了不能呼吸、不能咳嗽、不能说话，说明发生了严重的气道异物阻塞，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进行救护。一岁以下的婴儿发生气道阻塞，第一步，张开你的虎口，托住婴儿的下颌，使婴儿的头后仰，开放气道，并且将婴儿翻转到托住婴儿的前臂上，让婴儿的两个小腿一边一个，在婴儿的两个肩胛骨之间，用你的另一只手的掌根部向下用力的扣击，用你的另一只手托住婴儿的枕后，两个前臂夹紧婴儿的躯干，使其翻转到另一个前臂上，让婴儿的两个小腿一边一个，头低于他的臀部，在婴儿的两乳头连线中央的正下方，用两指贴着胸骨，有明显间隔的向下冲击。如果没有异物排除，那么重复的动作继续。一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两腿分开站立，抢救者一腿插入病人两腿之间，双臂环抱病人腰腹部，一手握空拳，另一只手固定攥拳的手，让病人上身向前倾，抢救者两手用力向病人腹部后上方连续快速冲击，直到异物排除。Thank you.
똑같을까너와함께있는시간은언제나즐거워자꾸장난치는내옆에돌아져두달되는너와작은우산을쓰고비오는거를걸어가고싶어하나둘씩떨어지는有故事的 Baby Food 每个周四浓情上新，本集有惊喜大礼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不二妈咪。